嗨，奈米大，今天呢，我要分享一个面膜，就是面膜，超爱面膜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要介绍的面膜是这个 Sexy Look， 那我们就直接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好了，对不对？它呢，打开来的话就是跟一般的这种面膜一样哦，它的精华液有在滴下来。那你还记得我之前那一款黄金面膜，它是一点精华液都不剩的，所以我就每次都觉得很神奇，因为它很贵。它一片要韩币大概6000到6500吧，所以台币大概是200左右，但我觉得它就是很贵。然后它就是这样，它有一点点厚度，可是它非常的软，非常的柔，整个就是一种很嫩很嫩的感觉。敷好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有没有觉得很服帖？我觉得虽然它没有比那种很薄很薄的面膜还服帖，但是它比生物纤维面膜还服帖。因为生物纤维面膜，你除非把它做得很薄了，要不然它通常都会比较厚重。那厚重的话呢，就你做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往下滑。那它呢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，但是比较少，除非你去晃动或干嘛。然后剩下的一定要擦擦脖子啊，擦擦身体啊，像我很喜欢擦手肘，或者是膝盖。金色这一款呢，它就是主打强力修复，它是用玻尿酸嘛，所以我猜它的保湿能力应该也很不错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